与此同时，大司马府玉翠轩内，胡冰玉吃了药，高烧已退。虽然整个人精神不济，脸色惨白，但到底比昨晚昏死过去、人事不知要强得多。呃呃、大小姐，奴才该死，没有完成大小姐交代的任务。你可知？ 因为你的失误，本小姐一腔心血付之东流。原本受尽屈辱而死的，应该是落九黎，可是结果呢？偏偏为他做了嫁衣裳。大小姐，奴才该死，奴才任凭大小姐处置，但请大小姐以身体为重。大小姐刚刚醒来，高热才散去，因奴才的失误让大小姐忧心，是奴才该死，是奴才该死。 一旁，子文赶紧端来水，服侍胡冰玉喝下。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在重阳侯府多藏两日吗？回大小姐的话，是奴才听说大小姐昨晚受到了惊吓，担心担心其他人不能护好大小姐周全。那你回府可有被人跟踪？半路被人跟踪了，动了刀剑。好在那人临阵脱逃，奴才才得以回府。不过大小姐放心，奴才是甩掉了尾巴才回来的。 甩掉尾巴！你糊涂，恐怕与你动了刀剑的人是九王府或者国公府的人。走，你马上离开大司马府，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如若异国公府那边追究起来，抓到了你，你可有想过后果？如果只是一个异国公府，倒还好说，怕就怕九王爷插手这件事。虽然我并未出面，但到底你是我身边的人。大小姐放心，奴才知道怎么做。便是奴才真被抓到了，也绝不会让那些人伤大小姐分毫。 目光缱绻的看了一眼帷幔后的身影，随即起身推门而出。只是他不会想到，他是一步踏出的，却是万丈深渊。今早，洛九黎是被南烛、南星从床上硬生生挖起来。嗯，你们两个这是干嘛？我又不用练功，不用早起。主子，九王爷来了。主子，九王爷说带您去看场大戏。九王来了，他在哪儿？ 在府外的巷口等着主子去会合呢，快、啊啊、快快，快帮我把衣服拿来，还有洗漱的水。国公府外的巷口，等候多时的萧明玄终于看到了姗姗来迟的洛九离。一大早叫你起床，可是难为你了。比你每日天不亮就要去早朝，我岂不是幸福得多？萧明玄笑着瞧瞧车壁，车轮滚动，出了巷口。南星男猪说、南珠说你要带我去看戏，看什么戏啊？去哪儿看？ 到了你就知道了。而此时，大司马府外、啊，秦隐带来的侍卫把大司马府各处出入口全都围拢了起来，声势浩大，惹来了一些早起之人的观望。你不过是九王府的一个狗奴才，竟敢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大司马府撒野，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我家老爷乃是殿前司都点检，官职从二品，昨晚值夜，今早还未归。我家公爹乃是大司马，朝廷一品大员。我这大司马府的内院。 哪里能够轮得到你一个狗奴才来搜？胡夫人，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你与我们为难又有何用？何况胡夫人万般阻拦，是否是在拖延时间，想把我们要找的人藏匿起来？还是说胡夫人觉得司马大人这个朝廷一品大员，比九王爷还要位高权重？还是说大司马府想要忤逆九王旨意？胡夫人闻此，眸色一凝。 这京城中，谁敢与皇家亲王九王爷比身份尊贵？可一大早，这些人带兵围了大司马府，嚷嚷着九王下令清捕的匪徒就在大司马府内，如此挑衅的行径，身为大司马府的当家主母，如何能让他们进院搜捕？九王身份尊贵，我们身为臣子的，自是不能忤逆了九王旨意。只是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管后府内宅之中的事情。司马府后院里头住着多少女眷，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这么多人一大早来搜后院，是想置这些女眷的清誉于不顾？秦咬着后槽牙，手里握着刀柄，真想一刀砍了他。可偏偏她是胡洪志的夫人，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她即便有多愤怒，也不能对一个女人动手。如若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个男人，便是打上一场，她也不愿这么憋屈。 就在此时，身后不远处马车驶来。站在大司马府门口的胡夫人一看到那辆马车，神色莫名紧张了一下，冲着身旁的嬷嬷使了个眼色。嬷嬷心领神会，转身进了府里。怎么还没有进去抓人、啊？主子，胡夫人挡在门口，以后宅女眷清誉为由，阻挡我们进府抓人。既然如此，你带人去前院搜。南行，南竹，王爷，你们俩带人去后院搜。哪个敢阻拦的，先斩后奏。无论是谁出了事，本王为你们一律承担。是。 几个人领了命令，一个个妖精挎着刀剑，踏上了大司马府的台阶。吴夫人，请让开！九王的令，阻拦者有先斩后奏之权。老臣不知九王驾到，有失远迎，还望王爷赎罪。韩信在车里等着。老臣参见九王爷，不知九王爷派人搜府，所谓何事啊？前日。 一国公府第二小姐被匪徒掳走，虽然一部分匪徒落了网，但还有一人逃了出来。本王派人搜查，有人看到那匪徒进了你大司马府。王爷，这是有人故意栽赃！我堂堂大司马府岂会与匪徒为伍？王爷如若不信，府内可尽管搜查。但如若,若搜查不到，王爷是不是也该给老臣一个说法？哼，若真抓不到。 本王自会给大司马一个说法，不过本王奉劝大司马一句：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当断不断，必受其难。 大司马府能走到今日的辉煌，可不要因为一个不孝子孙在皇上面前失了信，在百姓面前丢了脸。今日无论如何，胡冰玉都逃不脱这个劫。既然王爷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臣自然没有阻拦的道理。王爷请，请秦颖，带人去搜，任何角落都不许放过。是。秦颖，南星、南竹，带着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进了府。 胡夫人，还请夫人让胡冰玉出来。九王爷，王爷是何意？这件事与臣父的女儿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吗？司马大人，胡夫人，你二位应该知道，动了本王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句话，既是挑衅，又是挑明了他与骆九黎的关系。王爷，老夫的孙女自从上次的事情发生后，一直都在府内，从未与骆家二丫头发生过争执。王爷如此说。 倒是冤枉老臣的孙女了。这些人简直是要多不要脸就有多不要脸。胡冰玉敢做不敢当，看来是家风传承如此。还洛家二丫头，我和她很熟吗？冤枉？胡冰玉到底是不是冤枉？抓了人，两方对峙，就知道是不是冤枉。王爷此话错了。 冰玉，风寒还未好，你怎么下床了？母亲，女儿如若不来，岂不是被人诬陷了去？九王爷，王爷如今在京中如日中天，无论王爷说什么，都会有人相信。我们这些臣子与您比起来，算什么？您只管说就是了。臣女不怕，<laughs>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胡冰玉没做过的事情，由不得王爷来栽赃污蔑。是，臣女之前是与洛九离有些摩擦。 但那只是女儿家的矛盾，她现如今出了事情，王爷就要来污蔑我，想与我为难，臣女不服，便是到了金銮殿，臣女也不服。一番话说下来，如若是个毫不知情的人，定会觉得胡冰玉这个女子敢作敢当，襟怀坦白。围观的人群瞬间就开始议论纷纷，舆论一边倒的。 倾向了胡冰玉。马车里的骆九黎在听到胡冰玉的这番话后，几乎是在瞬间就变了脸色，也突然明白为什么胡冰玉敢如此大言不惭的说出来这番话，又为什么胡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秦引进府，而大司马出府后又看似贤良方正的让人进去搜查，难道那人根本就不在大司马府内？一想到这些，骆九黎刹那间色变，抬脚就出了马车。 吴大小姐果然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别人错了，得理不饶人；自己错了，原委而辩，推卸责任。怎么出来了？这场戏是因我而起，自然不能让王爷单打独斗。何况王爷是男人，好男不跟女斗，而我是女子，便是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儿，司马大人也不会怪罪的。王爷。 匪徒找到了，带出来。是两个侍卫拖着一个一身黑衣、浑身浴血的男人走出了府门。王爷，这人便是那晚的匪徒，只是他被拔了舌头，脸也被划烂了，狠！吴家人简直太狠了。王爷，王爷，我司马府内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臣女，知道王爷一直对臣女心生不喜，就连带着对我们大司马府也不亲厚。可是王爷为了落九黎，拿这种借口来污蔑我大司马府，还找来一个乞丐充当匪徒，臣女不服。 臣女不平，不服不平，本王倒是没看出来，你一个后宅女子竟能生出如此恶毒之心。司马大人可真是好教养啊！王爷，事情还未搞清楚，还请王爷不要武断定下结论。哼，<laughs> 秦莹，告诉诸位，这个人是谁？他是大司马府胡冰玉大小姐的贴身暗卫。胡说八道！我家女儿清清白白，身边怎么可能安置一个男暗卫？ 你如此污蔑我女儿的名声，居心何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黑衣暗卫，在见到胡冰玉脸上僵持冷然的眼神的那一刻，在听到胡夫人言不由衷的那一刻，心里的信念和爱意轰然倒塌。哼，胡冰玉，你也不用拿这句话回我。我只问你一句：你敢不敢指天发誓，这个人不是你的暗卫，你没有指使他劫持我，没有对我下药，没有指使那些乞丐要对我行不轨之事？你敢吗？<laughs> 疯子，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不敢，你害怕，发誓。胡冰玉，人在做，天在看，凡事凭良心，报应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这就是你拼死保护的主子，你担心他的安全，不惜暴露自己返回大司马府。可他呢，担心你背叛他，不惜派人拔了你的舌头，毁了你的容貌，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还要护着吗？ 落九黎，疯子！我与你不过是女人之间的情怨罢了，你何至于逼人太甚？情愿，胡冰玉，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既然你口不能言，嘴不能动，那我问你话，你只点头、摇头即可。这个女人，司马府的胡冰玉大小姐，是不是你的主子？是不是她让你劫持的我？ 一旁，司马大人倏然把凛冽的目光看向骆九黎，就要开口阻拦。司马大人，本王刚才说的话，大人可还记得？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当断不断，必受其难。这件事如若你没有参与，本王觉得还是回避的好。瘫在地上的黑衣暗卫对着骆九黎气喘吁吁、哀若无力的点了点头。蓦然，大司马府门口突然就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短暂的寂静之后，就是纷纷的议论之声。不。 你胡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就冲着那黑衣暗卫的胸口袭去。冰雨、啊，冰雨，你怎么样？来人，主子，请三十二刀。是。秦隐，退下。九王爷，天子脚下，司马府门前，王爷真的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吗？司马大人不会忘了这块令牌吧？如若忘了，本王府上还有一块传于无穷的铁卷。 就在这时，秦云已经带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横肉遍布、身材魁梧、挺着大大肚子的男人走上前。奴才三十二招，叩见王爷。嗯，起吧、啊。九王爷，你想做什么？凌迟，胡冰玉睚眦必报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你会，也是本王所擅长的。所以，本王会看在司马大人的面子上，让你最后一个受刑。秦云是。 秦影上前，当着胡冰玉的面，直接把苟延残喘的黑衣暗卫拎起来，把人结结实实固定在了木桩子上。害怕吗？如若害怕，去马车里等着。不怕。你被女主子拔了舌头，毁了容貌，浑身是伤，虽然可怜，但也是你咎由自取。你错就错在跟了一个心狠手辣的主子，动了不该动的人。 三十二，32, 动刀吧！是王爷，小子，知道大爷我为啥叫三十二？因为三十二刀之后，你的肉体会被肢解，人形尚可辨识。这这这，这个贱人，难道我如花似玉般的女儿，今天真的要栽在这个贱人手里？不，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胡夫人侧目，眼眶通红的看向父亲。大司马狠厉的目光直视着前方，没有半点的波动。来人，把胡冰玉绑上！九王，九王爷，你让我下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祖父，祖父救我！母亲救我！在身体被架起的那一刻，胡冰玉终于意识到，九王爷不是说说的，他是对他动了杀心。他吓得嘴唇发颤，大叫了起来，身体不住的挣扎着。 王爷是老臣教导无方，还请王爷高抬贵手，饶了他一命吧。从今往后，老臣把他禁足在府内，再不许出府惹是生非。<laughs> 求,求王爷，求九王开恩，臣父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儿。求九王爷看在臣父一家对朝廷有功的份上，饶了臣父的女儿吧。说着，胡夫人俯身，重重地在地板上扣了三个响头。就在此时，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巷口，两辆金黄色滑盖的马车缓缓驶入。 老臣参见皇上，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太后，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千岁，千千岁。放肆！还不给哀家把大小姐放下来！大司马府内什么时候容得你们这样的放肆？太后一声令下，身后跟着的宫人早有人冲上前，直接给胡冰玉松绑，将其安然的放下。 <laughs> 求皇上，求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啊！九王爷，若要撒王爷的脾气，也该是在战场上与敌人去计较。下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算怎么回事？九王爷，你身为亲王，竟在臣子的府邸门前闹事！ 也不怕伤了朝臣的心呢。太后这话有失偏颇。既然太后来了，应该就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胡冰玉指使身边暗卫劫持国公府二小姐，太后不会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九王，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哀家说话？哎，九王啊，玩的这么大，可真是会给朕找事儿啊！九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的话，这人是胡冰玉的贴身暗卫，被臣弟凌迟处死了。哦，胡大小姐的贴身暗卫正是萧明玄，根本不给余下几人反应，便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给了皇上听。司马大人乃是位极人臣的两朝元老，胡弘志又是禁军统领，殿前司都点检。 一直以护正长宁王朝为己任。朕原本以为到了这一代也该是如此。是老臣教导无方，才让他做下了这等错事。老臣愧对太后，愧对皇上。只是皇上，冰玉这孩子打小心高气傲，眼中最容不得沙子。他自小就仰慕王爷。 看到骆家二丫头与王爷走得近了些，就忍不住小女儿家的嫉妒心作祟。老臣早该好好教训她一顿的，也就不会叫她犯错至此了。这丫头还真是沉得住气。骆九黎，司马大人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回皇上，听明白了。这番话乍听之下是司马大人在自责。 可仔细听来，自责的意思倒是没有几分，可话里话外却分明暗指臣女行为不检。不过臣女不在乎，臣女自和离之日起就做好了被人议论的准备。何况人生在世，众口难调，众人难悦，嘴长在别人脸上，怎么说说什么，臣女根本不在意，臣女也不会去讨好厌恶我的人，更不会去解释说不清的事。臣女只关心胡冰玉背后指使他人劫持我，差点让我身死在城外这件事。 不知皇上和太后娘娘打算如何处置他？母后不知母后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这件事左右说来也是因为胡冰玉小女儿家的嫉妒心作祟才犯下的错事。哀家看还是由皇上做主吧。既如此，来人！皇上亲口一开，立即有侍卫上前。 把胡冰玉送去京郊尼姑庵落发为尼，有戒律约束着，就让他在庵堂里常伴青灯古佛，以修此身养性。皇兄竟然不是赐死他？落发为尼，戒律约束，胡冰玉以后可就真成了实实在在,在的尼姑了。啊 皇上，求皇上收回成命。冰玉三十九岁，她还未嫁人生子，如若落发为尼，那她一辈子就毁了。太后，太后娘娘，求娘娘救救冰玉吧。贵妃，贵妃娘娘，求贵妃娘娘救救冰玉，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冰玉一辈子情的古佛啊，父亲。 求父亲，求求皇上法外开恩，收回成命吧。<laughs> 如若冰玉出嫁为你，那儿媳，儿媳岂不是犹如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辈子再也不能享天伦之乐了？皇上，皇上眉目骤冷，看了他一眼，生生把胡贵妃要说的话压在了喉咙里。洛九黎，太后娘娘，胡冰玉对你做了错事。 哀家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不可原谅，胡家需要给你一个交代。但到底你现在安然无恙的站在这儿，太后此言差矣。九王，哀家正与洛九离说话，你如此毫无行径的打断哀家的话，眼里可有哀家这个母后啊？ 正是因为本王眼中有太后，才会出言阻止。太后只看到了洛九黎现如今安然无恙的站在这儿，却不知道，若那晚不是本王救了他，太后可知道他最后的下场？哼，我不说什么，太后这些人就真当我是个软柿子，可以任由揉捏。看来。 力度还是不够啊！太后娘娘，刚刚九王爷的话没有说全，那就由臣女补充吧。那晚如若不是九王爷救了臣女，臣女的下场只有两个：一个是被那些乞丐凌辱致死，另一个就是被胡冰玉下的药暴体而亡。所以太后还会觉得臣女今日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是胡冰玉对臣女手下留情吗？ 他的话音一落，周遭一片死寂，所有人，包括围观的百姓，都僵硬的无法反应。男主去马车上把我的药箱拿来。是。男主并不知道那晚是怎么回事，现在一听，恨不得撕碎了胡冰玉。药箱很快拿来，洛九黎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瓷瓶，然后走到皇上面前。皇上，臣女叩谢皇上为臣女讨回公道。但是刚才的事情，皇上也看到了，是不是众人都觉得臣女安然无恙的站在这儿？ 而胡冰玉的处罚就稍显严重了。看来的确如此。你身为当事人，可有其他想法？有。古语有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胡冰玉既不想落发为尼，又不想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那就请皇上让胡冰玉吃下这药。这里面是什么？胡冰玉那晚给臣女吃了什么？ 这瓷瓶里就是什么？全场一片哗然，众人议论纷纷。这丫头不但睚眦必报，还是个七巧玲珑心。妙，这可真是妙啊！这下朕倒要看太后和大司马他们怎样见招拆招。<laughs> 做就离 你竟如此心肠歹毒！哼，<laughs> 胡冰玉，倒打一耙，颠倒黑白，你可真是天生天养啊！我只不过是把你之前做过的事再给你做一遍而已。你不想落发为尼，又不想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那就只能把当初我的痛苦也尝上一遍才行。你说是吧？太后，我不要吃，我打死都不要吃。 太后娘娘，这可就不关臣女的事喽。是胡冰玉自己选择落发为尼，常伴青灯古佛。洛九黎说完后，就躬身退下了。萧明玄都要被这女人逗笑了，真是想不明白，他脑袋里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这么为难的事情，他竟然轻轻松松就破解了。来人呐，马上把胡冰玉送至京郊尼姑庵，没有朕的旨意，不许私自回京。是。 有侍卫上前，根本不管胡冰玉如何挣扎，压着人就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九王皇兄，你身为亲王，在臣子的府邸闹得太不像样子了。如若各个王爷皇子都学你一样，那岂不是让朕的朝臣们都寒了心呢？就罚你禁足府中一个月，罚俸一年。是，臣弟甘愿受罚。 皇上起驾回銮，一群人乌泱泱跪地恭送皇上。母后，走吧。太后广袖下的手指死死握住，知道此时再无转圜的余地了。一行人相继上了金黄华盖的马车，浩浩荡荡离开了大司马府。上了马车，落九黎打了个哈欠，怎么了？困了？嗯，实在是起得太早了。吴冰玉伤得挺重。 这会子送去尼姑庵，只怕不能好好静养了。都是他咎由自取。王爷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再怎么说，他倾慕王爷这么多年，王爷居然直接就把人家的手给折断了。那胡冰玉现在除了恨我，估计最恨的就是王爷。你故意的？故意什么？故意用这种话气本王？你可知皇上为何要他必须落发为尼？ 不会是王爷一早就与皇上说好了吧？闹出这么大动静、啊，必然会惊动太后和皇上的。被那样心思歹毒的女人惦记，本王觉得恶心至极。既然胡爵不能控制他的心性，那就让佛祖和世人的眼光盯着他，让他对本王再生不出那种恶心的心思。难怪让我来看一出大戏，果然是大戏啊！看来从头到尾这件事都在他萧明玄的计划当中。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觉得不应该留住他性命？你放心。 只要他出了京城，没有司马府的照应，我便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在尼姑庵。这样的话，即便司马府那边有怀疑，没有证据，他们也不敢对我兴师问罪。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胡冰玉倒也不一定非取他的性命不可。既然皇上发话，让他落发为尼，留他一命也没道理。事后再去找他算账，否则不免让王爷在外面留下一个不太大度的名声。 名声，我从不需要别人给我名声。何况从始至终，我与大司马府就站在对立面，自然也不用在乎他们。我知道你不在乎他们。骆九黎一双纤细白嫩的手臂搂着萧明玄的脖子，依恋的把头埋在他臂弯。萧明玄笑着搂紧他，静静享受着他的依赖和柔情。王爷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连太后娘娘都不敢拿你怎么样。区区一个大司马府算什么？ 太后说的也对，我虽然被胡冰玉陷害，但到底现如今安然无恙。李二，你可不要妇人之仁，那胡冰玉就是一条毒蛇，那种人是捂不热的。<laughs> 我没有妇人之仁，一开始我是想把胡冰玉摁死的，不过现在看来，胡冰玉年纪轻轻就要从此跟青灯相伴，于他而言，也许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情。如若他能悔改，放下嫉妒和怨恨，也许还能走出阴影。 就怕他不知悔改，那他的一生都将在不甘和孤寂中度过。相比于让他死去，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你能这样想，最好不过了。萧明轩松了口气，因为胡冰玉倾慕他和怨恨骆九黎这件事，就像骨头如鲠在喉。放着这么一个手段毒辣的女人在京城，真不知道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来。现在好了，扫除了这么一个障碍，他放心，骆九黎也能安心。 王爷，刚刚那块令牌，为何胡爵看了会如此忌惮？这是父皇之物。李儿，你母亲那儿怎么说了？这画风转的有点快啊！什么怎么说了？看来还得亲自上门一趟才行呢。去玉国公府。是，主子。我不回府，我要去铺子看看。丑女婿早晚要见岳母的，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我亲自登门负荆请罪。这男人疯了吧？王爷，你登门负荆请罪，请的是什么罪？ 对啊，请的是什么罪呢？你是跟我母亲坦白大婚前一晚的事，还是坦白那一晚的事？萧明玄现在不仅是僵住，还呆住了。他总不能上门和自己未来岳母说：“本王来负荆请罪了，因为本王与洛九黎生米煮成熟饭了，还请岳母大人把您女儿嫁给我。”萧明玄自己这样一想，估计不用国公夫人伸手打他，他自己就能打自己一嘴巴，把人家女儿吃干抹净。他就这样空手登门。 着实不太体面。回九王府，主子到底是要弄哪样啊？与此同时，重阳侯府，哼，<laughs> 位高权重算什么？富贵在手，美人在怀的日子，才真正快活似神仙。爷，司马府出事了，你们先出去。是爷，怎么回事啊？那心腹上前附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laughs> 好戏呀、啊！这可是一出好戏。爷本想着咱们什么也不用做，就隔岸观火。 坐山观虎斗，不过现在也改变主意了。夫儿过来，两人不知在低声密谋着什么。<laughs> 爷高，实在是高。这把火要是烧起来，大司马府和九王府可就真是不死不休了。不过爷，太后此时一定在宫里大发雷霆，爷是不是该进宫？闭嘴！本侯爷上次挨了打，身子骨还没养好，怎么进宫侍奉太后？可是爷都已经有小半个月没有。 进宫了，太后的补品流水一样的进来，爷也,也该露露面才是啊。何况这种时候正是太后娘娘需要安慰的时候，如若被别人捷足先登，爷的付出岂不是付之东流了？程宗良听着心腹的分析，沉默片刻，去准备更衣。爷爷要进宫。是心腹一乐，躬身退了出去。半盏茶后，一只信鸽。 自重阳侯府飞去，而此时皇城长春宫内，姑姑现在怎么办？冰玉被送去了尼姑庵，如若落发为尼，她这辈子就真毁了。怎么办？哀家能怎么办？当初哀家是让昭王把洛九离收为己用，可也没有让他做这种蠢事，不但害了自己，还把冰玉也害了。姑母，这件事始作俑者不是昭王，而是冰玉想到的法子。 冰玉只说让昭王与骆九黎生米煮成熟饭，那骆九黎自然而然就成了昭王的女人。可可谁会想到，这中间竟然还出了这档子事儿？冰玉竟然胆大包天，还找了什么乞丐想要羞辱骆九黎？冰玉那丫头被嫉妒冲昏了头脑，她之前就在骆九黎身上栽过一次。 怎么还不能长记性呢？不过好在他没有供出昭王，要不然以今天九王的架势和洛九离的死缠烂打，指不定又出什么事情。过几日，你派人去京郊尼姑庵，让庵堂里的住持对冰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待风平浪静，再想办法把他接出来。可是，姑姑。 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你？顾安，皇上亲自下的圣旨，九王那儿恐怕也派人监视着。这次冰玉在劫难逃啊！那又怎样？即便是落发为尼的姑子，不也有还俗之人吗？何况她还是清白之身，胡家捧在手心上长大的女儿，怎能没有任何贡献就这样凋零了？过了这段日子，哀家自会想办法。 是，比武你从哀家的私库里挑选几件珠宝首饰，送去一国公府给洛九黎。是奴才马上去。等等，记得礼物不必太贵重，适合他的身份最好。一定要亲自见着他的面。是太后姑姑，那洛九黎不过就是个嫡次女，有必要如此吗？糊涂啊！ 你还看不出今天为何九王要为落九离出头吗？难道九王是哀家大意了，也是你疏忽，更是昭王和冰玉算计不周，为他们推波助澜，坐实了这件事。要不然，以国公爷和国公夫人的性子。 绝不可能让骆九黎再踏进宫门王府半步。可如今恐怕就不是国公爷和国公夫人能阻拦的了。可是姑姑，那骆九黎可曾经是他的侄媳妇啊！你现在知道他曾经是他的侄媳妇儿了，可能怎么办？ 洛九离与昭王和离了。如若他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用你贵妃的身份早就弄死他了。可偏偏他是国公爷的女儿。姑姑，姑姑有没有想过，素来不与人亲近的九王，为何不选择那些清清白白的京中贵女，怎么突然就看上了洛九离？当初洛九离火烧昭王府，就是九王救了他。 洛九离进登闻鼓，进太和殿，也是九王带他进的宫。就是他与昭王合离，都是九王在背后推波助澜。再加上合离之后，我也没少宣他进宫，为难于他。可每次都是九王出面为他解围。你的意思是，九王与落九离一早就有事情唉？我也不清楚，但我明明记得昭王曾经与我说过，他从未碰过洛九离。洛九离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也不是他的。 当初姑姑回京，为了尽快让皇上解除昭王的禁足，不得已让昭王认下那死去的孩子。可是姑姑，我突然有些怀疑了，到底是昭王记忆错乱，还是九王有什么隐瞒，亦或是做九黎对我们隐瞒了什么？姑姑，记住，今晚咱们姑侄在长春宫说的话，不许露出半分。是，我知道。太后娘娘，重阳侯来给太后请安。姑姑，我先回宫了。 嗯，去吧。重阳侯进入殿内，奴才给太后娘娘请安。过来，给哀家揉揉肩膀。是太后，太后娘娘有心事。嗯，你的身体恢复好了？是，托了太后洪福，身体大好了。好，既如此，就去替哀家秘密办一件事。请太后吩咐。 你秘密派人去南边，给哀家找一个会媚术之人，最好也懂得蛊毒之术。记住，是秘密，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是奴才明白。 此时，洛九黎正与萧明玄正站在店铺外。王爷，帮我想个名字。酒楼的名字吗？哎呀，王爷，不是酒楼，是火锅。火锅是什么？火锅就是火锅。洛九黎，本王,王这样问你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笨的<蛋>二小姐，你上次不是请了国公夫人吃火锅吗？哦，明白了，是你告诉王爷的。秦武低下了头，选择保持沉默。 洛儿小姐其实是个顶好的人，前提是只要不惹恼她。王爷，我让秦武再去十里铺拿个锅子回来。明日十五，我去府上陪王爷吃火锅。算你有良心。 陪他吃顿火锅就有良心了，我家傻王爷也太容易满足了吧！回到国公府后，洛九离第一件事便是拉长长的单子，让男主送去九王府，让王府的管家去准备。男主拿着单子，前脚刚走，后脚国公夫人就进了府曲院。母亲，您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母亲是想问今早发生在大司马府的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在传。 九王爷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大司马府门口凌迟了胡大小姐的暗卫，还把胡大小姐送去京郊的尼姑庵落发为尼。母亲是担心，因为这件事，一国公府与大司马府仇怨加深。不、哦。 母亲担心的不是这个，咱们异国公府与大司马府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父亲与大司马已各从其志，母亲担心的是，京城中关于你和九王爷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只怕有心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 请放心，这件事九王会处理好的。无论那些有心人想要拿这件事做出多大的文章来，女儿也不会放在心上。脚下的路是女儿自己走的，以后的生活也是女儿自己过的。那些人越是打压，越是散布谣传，女儿就要越过得比他们都好。女儿不会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母亲大可放宽心，该吃吃，该喝喝，该高兴就高兴，该礼佛就礼佛。只有你不在乎了，才能成为别人在乎的人。<laughs> 我的女儿果真长大，了，果真通透了。倒是母亲太过在乎别人的目光和想法，钻进了死胡同。母亲是关心则乱，是啊，关心则乱。明日是十五，南华寺要举行一场法会，你可想一同前去听法？母亲，快饶了我吧！女儿没那慧根，万一在法会上睡觉了，岂不是亵渎了佛祖？阿弥陀佛，臭丫头。 那好吧，既然你不去，母亲也不为难你。明日一早，母亲就启程去南华寺。你在家里好好的。嗯，女儿知道。启禀夫人、二小姐，宫里来人了，是太后娘娘身边的李公公。这些人整天的有完没完呢、啊。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在宫里好好过日子不行吗？整日里和这个作对，和那个作对，净折腾些让人厌恶的事情。刚刚才说你长大了，通透了。 怎么这么一会儿子就发脾气了？稍安勿躁，走吧，去看看。这太后还真是不给人喘口气的机会啊！李公公来了，请听里座。不了，太后娘娘命咱家给陆二小姐挑了几样礼物送过来，这是一对如意莲叶纹金簪，一对珊瑚累丝花手镯，一幅镂金百蝶串珠。 一只镶嵌珍珠碧玉步摇，请陆二小姐过目啊！这人心拿捏的还真是够够的。<laughs> 臣女谢太后赏赐，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既然二小姐接了赏赐，那奴才就先回去了。洛九离点头，沉默的看着李武离开。<laughs> 主子，太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洛九黎虽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不代表就任由他人捏扁蹉跎。太后这一招以退为进，还真以为旁人看不明白。<laughs> 太后身居高位，觉得自己是天下至尊，容不得任何人冒犯挑衅。可洛二小姐明明是受害者，要不是胡贵妃他们咄咄逼人，二小姐何至于和他们撕破脸？<laughs> 重阳侯那边可有动静？他一个面首出身，这个时候自然是进宫讨太后欢心了。 哼，他倒是会挑时候，看来身上的伤势好利索了。主子，要不要属下教训他一顿？不必，暂时按兵不动，看看接下来他们有什么动作。以太后和胡爵睚眦必报的性子，今日之事，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是，属下明白。嗯，前几日本王让你办的事儿可是办妥了？就差最后一道工序便打磨好了。只是主子，洛儿小姐现在身边已经有了男竹和男星护卫，这暗器恐怕用不上了。用上用不上都不打紧，主要是防患于未然。 国公府和洛家两位公子都不在京中，现如今他身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本王也不能日日陪在他身边护他周全。男主和南星虽然武功高强，但马有失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还是他身上带些力气，本王才能放心。主子为了二小姐的安全，也是操碎了心啊。主子既然这样担心二小姐，何不尽早成亲，把二小姐护在主子的羽翼之下，也免了周围人的觊觎。哎，你以为本王不想吗？是那女人不着急，还给本王定了一个半年之约。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主子多英明一个人，怎么到了陆二小姐眼前，尤其是在这情爱上，脑子就犯轴了呢？主子，主子不是和二小姐商量好了，先定亲再成亲吗？那主子就先登门提亲，把这亲事定下来。便是提亲，也要经过他母亲的同意。何况现如今国公爷身在溧阳军营，边疆又有变动，不要说皇上不能宣召他回京，便是本王也得耐心等着。秦毅觉得有些无奈，但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第二日一早，国公夫人就带着徐嬷嬷和几个伺候的丫头、侍卫，李府去了南华寺，送走了母亲。落九黎收拾了一番，带着南星、南竹和春荣三人去了九王府。听说呀，翰林院沈家的二女儿下嫁给了郊外庄子上一个管事的儿子，还真是可惜了呀。你不知道内情，你以为是下嫁，其实是沈家上赶子嫁出去的。哟，你一个平头百姓。 好像知道这官家老爷的后宅事儿似的，嘿嘿，我还真知道。哎，你知道什么？说来听听。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们哥几个扒了你游街示众。春荣，去打听怎么回事。是小姐。不多时，春荣回来了。小姐，进来。是小姐，我刚打听过了，刚刚那顶轿子的确就是沈妙千出嫁的轿子。自宫里的事发生后。 沈老爷就给沈妙千两条路：要么出家为尼，一辈子青灯古佛；要么下嫁出京城，再也不许回来。显然，沈妙千选择下嫁。正巧，今儿个出嫁，被二小姐碰到了。他们可真是够狠的，把人当棋子用完，甩手就丢掉，还真是不给人活路啊！小姐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我还打听了一些事儿，小姐要不要听啊？说说看。 听说沈妙千的母亲并不是沈府正经的当家主母，而是由平妻提上来的。平妻，嗯，听说沈府正经的当家主母是沈妙清的母亲，只可惜已经于一年前病逝了。一年前，我记得上次在宫宴上，沈妙千曾经说过，她就是于一年前回的京。正是了，因为之前的沈家主母。 不允许他们母女进府，所以沈老爷一直把他们养在外面。直到沈家主母病逝，巧合的是，沈妙千的母亲在那段时间怀的男婴。沈老爷还是读书人呢，前脚才把结发妻子给埋了，后脚就把小七抬进了门，两天后就给抬了平妻。 后来，直到那个小妾生下了沈府唯一的男孩，沈老爷就立马把她给抬成了主母，真是不要脸。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狗辈，什么读书人，仗义美多屠狗辈，读书多是负心人。啊，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就是可惜了沈大小姐，母亲病逝，爹又不亲，也没几个兄弟姐妹帮衬。沈府出了这种事儿，怎么我从未听母亲说过？这是人家后院的私事儿。 夫人哪里知情啊？何况当初沈家大夫人病逝后，丧礼办得并不隆重，各府都没有地铁子。那我大哥呢？他不知道吗？大公子，大公子那个时候还在溧阳啊。算了算了，别人家的事咱们还是少操心吧。想要八卦也得等他大哥回来再八卦。哎呦，洛儿小姐，您可算是来了。怎么了？我昨日就说过府，难道王爷不在？王爷还在禁足期间，自是不能离府。 就是王爷等二小姐等的着急了，王爷倒是还挺享受被禁足的日子。<laughs> 那是那是，王爷一大早就在后园子里等二小姐了。不用早朝，不用在军营和王府中来回奔波，也不用面对宫里和朝堂上那些难缠的人，又有洛二小姐陪伴，怕将王爷乐得高兴。我让你准备的食材都准备了吗？准备了，还是新鲜的。 那就好。洛九离抬脚进了府。春荣姑娘，两位主子说话，你就不要在跟前伺候了。那不行，我是小姐的贴身婢女，自然是要近身伺候的。这憨丫头，两位主子要吃火锅，王府里的厨下都是头一次弄这东西，手忙脚乱，唯恐哪儿都弄得不好。 听说国公府吃过一次，春荣姑娘定是明白怎么处理。要不请春荣姑娘去厨房帮个忙啊？呃，倒是也不用春荣姑娘动手，只需要在旁边指挥着下人干活就行。哎，这种事管家可算是找对人了。这吃火锅，从生炭火到手切羊肉，我可是我家小姐手把手教会的。哎。 有春荣姑娘帮忙，厨下的也能少犯错了。管家连忙夸赞，带着春荣就去了府里的厨房。王府后园子水榭花厅里，萧明玄翘首以盼，远远的便看到下人带着落九黎走了过来。落九黎停下脚步，眼睛几乎一眨不眨的欣赏着他那绝世风姿。干嘛站在这儿啊？欣赏，欣赏什么？欣赏王爷的绝世风姿。你喜欢吗？ 喜欢，但是很烦恼。为什么烦恼？狼艳独绝，世无其二。王爷的美貌也是一大杀器，中招者会不计其数。所以，我可以理解为李儿是被本王的美貌所迷惑了。王爷很高兴吗？高兴，怎能不高兴呢？萧明玄嗓音压抑，劝他入怀，一头亲上他的唇，然后侵略城池，深入沟产。许久。萧明玄放开他。 俯身弯腰，一个公主抱，把洛九黎抱在怀里。看来本王以后可多在你面前如此打扮才好。原来王爷是故意穿这身紫色衣服给我看的。我要是说刚刚沐浴完，你信吗？有区别吗？两个人对视，随即会心一笑。明明是铁血杀伐的冷酷男人，偏偏扮猪吃虎，跟他装闷骚，笑也笑了，闹也闹了。两人就坐在亭里欣赏美景。你母亲去南花寺了。王爷怎么知道？萧明玄柔和一笑。 他当然知道，不但知道，还派暗卫暗中保护。那你今天能陪我一整天了、啊？当然啦，今天是十五，王爷禁足的日子很美好吧？嗯，有你在身边，很美好。今天晚上，王爷也能在湖边赏月，一边赏月一边喝酒。可别了，上次宵夜又吃又喝，我有没有耍酒疯啊？没有。这回答的也太快了点儿，要不要这么明显啊？ 十五日子特殊，以后我和王爷还是尽量不要喝酒了。就是因为我体内的咒术吗？这是其一。太后昨天给我赏赐了。嗯，我听说了，你安心收着，万事由我。王爷，我能问个问题吗？是关于我。嗯，王爷为什么两年前自边疆回京后要上交兵权？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踏进战场的吗？落九黎目光微抬，突然就沉默了。五岁离京拜师学艺，十五岁踏进战场，第一次南征，二十三岁班师回朝。 从五岁到二十三岁，整整十八年，我也想过过平凡人的生活。简单两句话，包含的辛苦恐怕无人能体会。若九离眸底深了深，心口有些酸酸的。王爷身为皇子，理应受到最好的照顾，为何先皇竟然会同意让你年仅五岁就离京拜师学艺？因为我一出生，司天台的监长便断言我乃是早夭之相，好不容易毫无存在感，坑坑绊绊活到了五岁。一次出宫的路上，差点被烈马踩踏致死。 是我师父出现救了我，骆九黎心口更酸了，下定决心绝不能成为他的软肋，而是成为他的助力。似乎也感受到了他默默的心疼。没关系的，都过去了。上交兵权只是为了想过平凡人的生活，这显然不具有说服力。但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起骆九黎的心疼，这就够了。王爷，这次如若皇上让王爷领兵出征，王爷该怎么办？ 还会像上次那样，待边疆稳定，再次上交兵权。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相信我，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他早晚会知道他的秘密，但不是现在。我相信王爷，王爷，陆二小姐，哎，主，哎，主子，春荣把火锅准备好了。<laughs> 走吧，还有什么烦心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这火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半个时辰后，管家再加一份羊肉，哦、oh, 不，两份羊肉，李二，这样的口感最佳，对不对啊？王爷，你掌握了吃涮羊肉的精髓。萧明寻心情舒畅，裹着芝麻酱，吃得满口留香。管家再来一份麻汁儿，李二，真是没想到这麻汁还能有这么花样的吃法。 那是自然，这麻汁儿也叫芝麻酱，可佐餐，可拌凉菜，可做面食。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作为火锅的调味酱汁使用。丽儿，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不吃羊肉的。不吃羊肉？落九黎一愣，这吃的满嘴流油，还让再加两盆羊肉的人，竟然说自己不吃羊肉？以前在边疆大营，军中最禁忌的一种肉食就是羊肉，尤其是在敌袭之前，全军禁羊肉，因为羊肉腥膻。 吃了羊肉，身上的味道久久不能散去，敌袭的时候很容易暴露目标。久而久之，这羊肉就成了军中禁食。那在军中，你们都吃什么肉？猪肉、鸡肉居多，偶尔有战死的马肉或者老死、病死的牛肉。主子，这是羊肉片儿，这是麻汁儿。 二小姐真是我们九王府的贵人，王爷今儿个胃口大开，这府里上上下下都高兴的紧呢、啊。怎么平日里王爷胃口不好？呃，王爷本身在吃食上要求就不高，再加上一到夏季就胃口不好。这好不容易到了深秋，今儿个吃的最多最香。难道不是我家小姐陪伴王爷的缘故吗？春荣姑娘说的才是正理儿，因为有二小姐的陪伴，王爷心里高兴啊，自然。 然吃的就多了。如珠二小姐能天天陪伴王爷，九王府上下全都感念二小姐的恩德。这憨丫头有这样往里套自己主子的吗？你出去吧。是。管家沉默的退了出去。告诉王爷一个好消息，我母亲答应了。真的答应了？这种事还有假？订婚需要互相交换跟帖，王爷都准备了吗？早就准备了。这下只等你父亲从溧阳军营回京，我便上门提亲。 <coughs> 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laughs> 你给我涮肉。萧明玄心情大好，骆九黎自然是愿意笑了。这次咱们九王府是真的有女主子了，我得去仔细准备着。咱们王爷提亲，必须是轰动全城，十里红妆才行啊！说完，笑嘻嘻的掰着手指头，开始计划着如何三书六礼。